今天2022年3月25日，礼拜五，森哥团队举办蓝屿三日游。那么拉着行李到码头喽，来挥挥手，哟呼！来挥挥手！哇，码头嘞 ！Hello， 我代表屏中县长欢迎大家。我代表屏东县长欢迎大家。蓝屿来了，这里是屏东，不是蓝屿哦。再来一次，屏东我们要过去了。来，这是我们坐的金星号哦，可以坐300多人哦。哇，好棒哦！我们第一批来的耶。那靠这边跟船照一张。跟船照一张来，直接在那边的，来跟船照一张哦。不来啊！好来，好来，一二三，哟呼，哟呼，哟呼！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屏东的后壁湖码头，蛮大的。森哥第一次到这里，第一次到蓝屿哦，赞哦！哎，上面有人嘞。